重阳，浪拍天，独招红树映山前，海南锦月花还好，未觉秋声过耳边啊。哦，一文兄，前面就是圣母宫了，不如依边同行，一起畅游一番好嘛。好极啊，一文兄，依下如何呢？小弟意欲站立，饱看这眼前的景色，诸位先行也罢。如此说，我等三人先行也罢。请。子啊，笔墨我已经摆好啦，我要到圣母宫嗰边去啦。好啊，多谢公子。天开地阔，深秋色，水太山容，冻客心嘛。美景无缘，海岛边眼底倾崖胜洞天，风满帆月群勾足摇打鱼呀，看天上景光之余，似雨线，似雪片，似云端舞白烟。哎呀，碧空云落断线之余，看它漂泊西东，跌落山前水面烟，好一隻漂亮的蝴蝶风筝，不幸线段飘零，落得身黏尘土，真是可惜可惜啊。趁我诗意正浓，不若在风筝之上题词一首，倒是一番雅事，正是几层晓梦迷蝴蝶，一片秋心托子瑜呀。you
執到㗎。風箏係我㗎。係你嘅？嗯。如此說，物歸原主呀。多謝上官。是你的？我那隻風箏上面是沒有寫到字的。姑娘，風箏上面的字是小生方才寫上去的。蛤？你寫了什麼在事？姑娘放心，待小生念來你聽啊。不見紅絲牵一千扶摇直上遥空。咁即系咩意思啊？咁即系将风筝放上天啊。几层愁梦要放，从凄香心愿转写影骨玲珑。哎呀，呢两句仲深，系咪闹人噶？有冇事噶？唔系闹人嘅。是赞美风筝的。信道黄花还比手无端轻落泥中。不是无端端的，是我们小姐扯断条线的。盘张若疾斗西风，名虽童子薄，身肯作偏。借物抒怀，别无他意呀。名虽童子薄，身肯作飘蓬吗？姑娘，你何以会伤心落泪呀？
能相识，我或能解爱你，非如意算。你既是新世妻呀，对我细谈一片片，多感伤都谁问，我只因爱尊翁，定能设法送你回去呀！怎奈我不得行了，亲弟弟更不得行，只因早已大梦变，强逼飘浪随。更堪骂了，你何不拜求亲友赎你出生天？母亲无辜，要赎母亲。小生家道清贫，亦是一筹莫展，空有满腔义愤，亦无能解慰你悲酸。正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怜人对，可怜人啊！相公你心切关怀，我已经感激不千罗，哎呀，夕阳西下，我都不敢多留恋。
尊姓大名，俾我立为纪念你。小生张日文，乃系文昌人士，家中只有慈母在堂，现在琼台书院谢宝老师门下攻读。翠莲姑娘，真重。
嚟啦！啊，张兄，哎呀，别多时，今天不来拜访啊！仁兄驾到，蓬荜生光，有请。请。仁兄，请坐。哎呦，哎呦，不知仁兄驾临，有何赐教啊？请教是真。小弟不才，哪敢班门弄斧呢？张兄休要客气啊！既然如此。不知谈诗，抑或系论文呢？这个，张兄啊，论诗词，我本是个门外汉，不过近日听闻人家讲，有诗词一首共百行，争论不休。难定案，有人骂佢系淫邪痴夫，有人又赞佢系绝好文章。不来请教啊，张兄。仁兄。用我思想，张兄请听。仁兄请念啊，请听啊。不羡红丝牵一线，扶摇直上遥空，几曾愁梦要放纵。诗句自何来？系个同乡对我讲，他又听从何处？此诗已四处传扬，四处传扬，还有人为这首诗词弄到佢祸从。兄啊，实不相瞒，只因小弟从旧登高，拾得风筝一只，一时有感，才有题下这首词咋。莫非冤枉那丫鬟？还是他私呀情？岂能无话故入罪？变马狂，十里中马壮。好。
我空又恨满腔，一梦真竟会弄错冤枉，一首诗居然会形状追撞，料不到我却泪了萧姑娘。张卿若是有心人，救姑娘铁罗网呢？镇台门高九又恶，不默焉能敌刀枪啊！仗义似海包龙王，忠诚坚肃好榜样噃。神话分明凭想象，人间世上怎商量呢？人间也有个王宝钏，敢与爹爹三击掌。可惜醒武功前难再见，翠莲困锁在柴房，又未知他心是否似我心。似将生情意重，中间谁歌是红娘，难将痴线待遥襟。今我就将痴线送到个姑娘家。哦，到底你是个相公，他只是个丫鬟。非呀，孔仁卿你不会飞檐走壁，难入真台府上，又防万一疏漏，那时反累小姑娘咋？原来相公果是真诚，我翠莲今天来得不晚啊！哎呀，叫我如何开口讲明白好呢？翠莲，哎呀，怪不得面善非常，你因何女扮男装来到房啊？若非如此，怕我今生今世也难到你书房了。原来你苦难亲上，正如你方才所讲，可恨真台无力，累你饱受灾殃咯。我还有苦情在后天，真台要千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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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苦难，敬他意志坚强。本应表我真情啊，啊又个不义常应相从，为是那真台势大，怎被锋芒啊！张相公，我是出龙飞鸟，断不重入网罗。就算夫妇临头，我也不敢为忌妾，让迎相公留我。我岂非无情无义？哪有不仁之理呢？为是此事。此地，张相公啊！我日之诗言学堂难藏女子，唯同眼前险过，然后带我回乡。我出年能登能即愿同甘苦，相公你旨意如何？啊！你情真意重，愿孩地久天长。
师。嗯，真台带领人马围困书院，你哋可知是何故啊？学生未知底细，大家不解意图。你哋听住，他说我书院呢有人在外招啊风。是呀，哎，是呀，啊头，败坏我书院的名声，你哋可曾？是呀，啊头，同样三天假来，可有有洒？佳节又登高，携手同游兴自豪。圣母宫前风景好，空山寂静听从途。山上遇见何人？归途是否同路？上山逢道士，问路遇樵夫。来回四个人，我并冇行差半步。守规矩好门徒，你哋翻入书房，待我更衣，后拿真台刀。我知真台带领人马审书院啊！心事啊，冇心事，睇你哋神色不安，何有书如何是好啊？我担心真台嗰啲审书院吓，哦，乜原来系佢啊？哎呀，咁睇嚟老师都还在满葫芦。将相公啊，真台大人快到啦！林伯，求你救他一命，求你救他一命啊！林伯，事到如今，你还是快向老师讲明才好，快去！林伯，为是真台临门，怎生应付啊？不过我说老师还未下课。正在广解离骚，快去！哎，林伯，
你跪在老师跟前是何故啊？老师，是我失郎真台是非他，他实在无辜啊！啊，是你啊！都是死里逃生，凌绝不弯，结身自豪。内情怎样？重阳佳节，我已输入登高，十得断啊线风筝，我便提意思，既话。欢呼，女奴，他取去风筝，下山如飞，快步却有来。风筝书中智男女授受之间，若无暧昧行为，何至弄成今日啊？吓！一枝成罪证，平地起波涛，真台乱猜疑，是皮难申诉，堂前遭毒打，柴坊当监牢。他出走时死里逃生，灵节不弯，结身自豪。这女子都是个硬骨头啊！学生敬重于她，正是这点啊！胡扯！她出殡则有之，人殡则不该。你敬之为同情，立之为非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何不慎哉呀、啊？事到如今，我问你点？你叫老师？又点啊？啊！老师，学生死而无悔，断不咗父义之途。愿听身见真台，天大罪名都不能辜。老师，什么双门外族系翠莲？有苦情对诉。你两人真不知地厚天高啊！老师，起罗，你嘅事情我完全知道。李家主人带领人马围困书院，你累己累人，今杀老夫啊！老师你莫怪。
死都不报答太夫。
你带他前去轿厅，将佢藏在轿底。你在轿底切勿声张，老夫自有良谋在后。多谢老师。快去。老师，快去！三台大人到，老师，出营，知道。相其见谅啊！大人到来有何指教，请到其场。谢掌教，你门下有多少生徒啊？门下生徒一百有余，咁可算得系桃李满门吧？大人过奖啊！咁呢日常授何书本呢？又四书五经各居其半。嗯，我睇四书五经你不教也罢，何不专攻一科？哪一科？教读西厢啊！睇你果然满面羞惭，若非教读西厢，何知书远不成书远？若是书远不成书远，此地是什么所在啊？乃是幽兰，乃是藏污纳垢之所。你呀、啊，我识朝廷俸禄，误人子弟，还来诈蒙装傻。三字一经讲清楚，教君你言，丝丝而而躲，你门生曾闯祸，要你老话师爷。做什么梦？这呀某啊，虽分那财，为是圣啊人，呢个话有错。哦，感情啊大啊人，你名已嫁。女子作奸呢，凡夫勾引谁家女子？勾引我是皮翠莲啊，非同小儿可。好胆啊！任奔九陷，借书院作安乐庄。这话。你是书院专师，你如何答复我？如
此说，谢谋太过糊涂，糊涂太过，有疏管教，管教有疏啊。不过，不果什么？不过大人，你话我学生勾引是皮翠莲系大人你耳闻，抑或系目睹啊？大人，你话亲眼看见，佢就唔敢推搪诸多啦。是你讲得对，系我的目耳观，难道有错？如此说，用唔大人你啦。此话怎讲？大人，自你镇守荆州以来，人人畏惧，足见大人你嘅威德。为是今日之事，既系大人你亲眼所见，区区一府内丫鬟，你何不就地擒拿，反让他逃脱？看将起来，大人也难辞其罪吧。老夫有罪，罪在何来？大人，你官居镇台，竟然纵容是皮私奔，又话我生源玷污我书院，你居心何在？你责有难辞啊！嘿，分恨分明是你的门生，勾引在前就窝藏在后，我问你这书院何亏何寸？你这老师妖来何用？谢茂无才无德，有疏管教，出此生途也未可料。为是大人的侍婢，生长在礼仪之门，又出自大人你所教，竟然做出此不端之事，真是令人难信啊！快果我一清二楚，此时既是大人你亲眼见，还来问我得咁啰嗦啊？重阳放假的我回家，昨晚归来我不清老夫来你一何叫左右把书院收起放手把我劝你知错当面来认错，书院经已早封锁，佢飞也飞不去，躲也无处躲，自己这快交人尚可来补多。谢谋有何过错？你若要守书院，就先将公文交与我。废话，兵权我掌握，谁个敢拦阻？守你少少一书院，你要公民嚟做什么？民有民职权，武有武官助。谢谋虽小，呢亦是朝廷嘅器物。书院虽小，有助取士开科。道台啊，大人是我上司，你若要守书院，就先得他许可。哎呀，你考厉害啊！
推搪。飞呀，我接下两位大人龙都文武。你尊重我，嘿，没有道台公民，我也要守，守不出来，你又啊，咿呀，你分明了是本真台，岂敢啊，藐视王法。灭事同僚，我倒担心啊，大人你会做错。哎呀，大人，去年你送于道台为妾，去讨首领公民，有何不可呢？此事若被道台知情，手出时就家风有损，手不出时就难以收科嘛。大人，若道台要人交唔出就更为不妥噃。真是难为左右。起洒雨哦。大人啊，是否跪体欠安啊？我呸！你想骗我去见道台之祭啊？在此放那狗男女脱网野咯！书院围满你嘅贵宾丁，还有一个难赶嘅师爷，就算系苍蝇。前去莫操野途，师爷过来，在全令加派兵丁围困书院，不论男女人等，一律不准通过。走！我得大人要你加派兵丁围困书院，无论男女人。嗱，我要与你同去，谢茂正要同去，咁立即登程是不宜迟，门前备马，知道内廷打轿，走，请啊。他
真的是人啊受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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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快些走走尊声啊谢老师我膊头真够受咯不如头一头头过后再走明是左时候啊不准得你地打我我叫起程你到竹树波头不如俾我哋唞一唞我抬到气喘喘大汗满头不准血色又活得多巧走慢大人人心是肉做他哋并非是马牛你骑的是畜生我用的是人力人又怎能比得上你只禽兽呢天时尚早何必担忧啊 OK 分明不甘前去故意在此倾夜流又左右压跳快走你睇下，你贵宾丁一个个如狼似虎，推动两名轿夫玉环逞凶殴打，不独有干法例，恐怕亦难服人心啊！谢福谢乐，阿老师，你哋有冇跌亲啊？我跌亲条尾龙骨。痛到哎呀了不得啊！我就冇乜，哎呀，就系唔喐得。咁即系唔去得，唔去得啦，唔去得啦，唔去得啦。嘿，纵然系巧夫跌坏，也不能在此轻易留。左右打开巧夫，啊、你个个个。哎呦你哋抬跳走啊哇走嘛大人若以大人兵丁充作借谋缴夫于情不应于理不含于法也不用老夫主意这又何妨人来抬跳嘛大人朝廷养兵是用来守土卫国若充足借谋缴夫被朝廷民脂你我的人头都难保啊此地离道台府不远以谋之见嘛什么人坐步行前去导游啊游啊
情磨砚思考啊，快下办，谢福谢乐，阿老师，哦，你哋身上有伤就响住唞一唞。莫阻行人来往，将轿啊抬到竹树坡头，唞完之后到道台府接我。哦，知道，啊、知道。喂，你有奶奶奶，走走走走，请啊！人来往，把轿抬到竹树坡头，嗷嗷嗷嗷嗷嗷！民意取道啊！我手出个尖丫头，燕青，我老谢宝走。先生的谈，何堪与
手分啊像往啊请啊慢，他来时也为一世去边收冲啊冲，赶去接他回乡下，催帘催帘。尽甘来呀！看彩霞。Yeah.